而除了三船人弃央只能当作伙伴之外，黑板郎君也能够加入，但黑板郎君则是电影版中完全没有出现过的角色，只有在游戏版当中有出现过，而且还被做成一个 BOSS。 那只要在果报之谷之中打倒黑板郎君之后，会拿到阴阳之钥，这个时候呢，不要使用阴阳之钥去打开左边的门，而是在道具栏中直接使用阴阳之钥，这样子回到流萤仙境之后，就会看到黑板郎君咯。OK， 看到了吗？大家看到了吗？哦，黑板郎君还在哦。好，但是阴阳之钥使用之后，黑板郎君会出来吗？会不会改掉呢？哦，因为我还没换，等一下使用阴阳之钥 ，OK， 可以使用，一样可以使用。有使用之后，黑板郎君就来了，所以一样嘛，这边一样，一样一样。然后他的图案有换，大头照有换 ，OK， 所以一样一样，这边一样，好。